这大炮呢放咋样？这桥一炸，日军的重火力一时半会儿到不了平型关，干得漂亮！有把握吗？方圆十里之内，就说这的水流最缓，水位最低，他要想过河，不来这去哪？按照日军的作战习惯，炮火覆盖马车道。日军炮火覆盖这就到了啊！都给我猫着点儿！Thank you.
我吗？大哥，今天杨志良一来了。这。都准备好，别松懈啊！下一站，北高原新15m 连接的后口大勇哥马路 ，A 波哥呀，高山马路，一边。
能想着吧？哪都能换掉，要不是你们，他用得着个小鬼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啊！你们那边抓紧点。红二，回来，坐下。这不怪你，你听他瞎咧咧。咱要不上去拼刺刀，那鬼子下龙排射，咱们阵地可能就完了。大刚，你还说人家呢？你刚拿到这挺九六式的时候。不也是整不明白保险走过火吗？这能赖俺吗？这机枪就他娘的不好使。哎，队长，要不然你给俺申请换一下。嘿嘿嘿，笑啥？以后注意点。是。开饭喽！开饭喽！队长，今儿土豆，管够。这怎么天天吃土豆了，一点油腥都没有？是的，浑身都是土豆味。你说这炊事班的老王，弄个土豆饼也行啊。哎，我看看。哟，个头还不小。哎呀，我现在真的是吃不下这么多土豆了，凑合吃点吧。哎呀，哎，帮俺蒸一下。哎，好嘞，你们再先拿，拿走。你就别吃啊！土豆留给俺们，土豆留给俺们。别，留一个，错了，留一个给俺。哎，口袋里有。你不是啥呢？你不是土豆。哎，我哪儿呢？俺错了，给俺留一个，队长。哎呀，哎，队长，你看他们。走。冉队长，团政委，请您过去一趟。好，马上过去。快去吃饭。哎，兔崽子真给俺留一个呀！哎呦，刚出锅了，嘿，哎呦，嗯，王爷，哎，队长去田木麻去了，不知道，政委找的，估计有新任务，我去那阵地医院跟我姐说一声，一会儿回来啊。哎，不是我，有事儿。哎，老金，俺俩拼一块儿呗。对。不知道你俩小心思，人家新来的正忙着抢救伤员呢，别捣乱。谁捣乱了？徐腾伤着了，我陪他去看看。啊，忍着。我无所谓，关键是
我能忍。你能忍？嘿，你这上！报告政委，来了，吃了吗？那几个小子闹腾了呢，我还没吃上。哎，坐，边吃边聊。哎，政委，咱这是要撤退啊？是啊，平型关系线，我们对鬼子打击不小。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得尽快转移啊。不过呀。政委，你就说吧，这会儿找我来肯定有任务。还是你小子聪明，那我可就直说了。上级命令，由你率领小分队前往应县解救国民党高级情报人员郑忠。谁？郑忠？例行社特务处的郑忠？你急什么呀？坐下，听我说完吧。自打抗战开始，咱们的情报密电就总是被日军破译，导致正面战场处处受制，节节败退。便决定成立专门的密码情报室，暂定名“中国黑市”。中国黑市？中国黑市是将来咱们对付日军情报部门的秘密武器，而国民党特务处的密码专家郑忠是唯一掌握这种最先进密码模型的人。这个郑忠啊，见过他的老师，也就是美国密码之父亚德利。之后呢，几经辗转暗中回到天津，没想到平津接连失守，被日军追捕的郑忠被迫随军撤至大同。可大同失守后，郑忠不得不随军再次撤到如月口。之后特务处的人员只能带着郑忠离开如月口，经应县撤往太原。而由于国民党的其他作战部队都自顾不暇，所以才向我们求援，希望我们能够派兵前往解救郑忠。郑忠关系到未来建立密码情报室的成败，经上级决定，解救郑忠的任务交给你们小分队。组织上知道你跟郑忠的恩怨，我们坚信你是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能从大局出发完成这次任务。感谢组织上的信任，我相信等到抗战胜利那一天，人民会对郑忠有一个公正的审判。我命令由你率领小分队连夜赶往应县，务必在日军到达之前配合特务处的情报人员解救郑忠，然后迅速转移至黑庄户，走水路前往秋水道。组织上会派人在那儿接应，并将他送往国统区。切记对接命令金屋破日。我代表十八路军独立团特别小分队，保证完成解救郑忠任务。事不宜迟，现在就出发。是。不过政委，这次就别让开庆去了。我爸跟他说了是郑忠之后，他会……可是金开庆的爆破专长是你们不可少的呀。我们要相信同志们的革命觉悟，让他去吧。是，任正。啊，政委，不用说了，我不会让郑忠死在我前面的。铁花，多揣点，回头那个，别再说打的时候你这一发发的，得捡到什么时候？
你别吵，我数到多少来着？队长，你看，团部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弹药？哎哎哎，吵什么吵啊？队长，是不是有新任务啊？全体都有。任务：潜行至应县，解救国民党灭瓦专家，正中。整理弹药，带上干粮，立即出发。是是。大刚，轻装简行，红云刀就别带了。行，俺听你的。不过俺需要一个真正的伏击枪手，这哈娃岁数太小，他不灵啊。团部已经转移了，任务紧急，副机枪手暂时由徐成接任。是，好吧，随大部队转移，立即行动。爹娘都让鬼子杀了，这世上没什么亲人了。加入小分队的礼物，我不会吹，没关系，先拿着，以后慢慢教你。日军随时可能攻占应县，我们必须在拂晓前赶到，加速行军。
都他妈闪开！居然老子毙了你们！闪开！让开！停车！知道，没车怎么去太原？不骑车，我们连应县都出不去。战斗队形跟上，把老百姓隔开，小心有奸细。隔开！前面！起哥！前面！让开！让开！前面的让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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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挡道！让开！让开！别挡道！快！让开！让开！
人呢？操！你们哪个部队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15师独立团特别行动队，奉命前来解救战中。金屋。破日。感谢冉队长冒死营救。你们怎么才来？市长出不了城，你们担当得起吗？哎，你他娘的放什么鸟屁呢？要不是俺们，你们早他妈让小鬼子灭了。阵地抗命，你信不信老子崩了你？大哥，我们是来解救战中的，但对你可以不是解救。郑市长，此地危险，我们尽快出城。走。孙组长，你少说几句吧。もしもし、橋本です。に人民中に駆けつけ、向こうが到着する前に待ち伏せし、奴を仕留めるな。は。二度と失望をさせるな。は。队长，这路不对吧？按照车队计划，我们要先去往黑庄户，然后走水路去秋水荡前往安全区。黑庄户，这不行吧？我们有人在金明区接应了。我们出城的时候，日军已经占领了应县。这条路直通金明区，按照日军机动部队的行进速度，很可能在前方拦截我们。黑庄户虽然绕路，但是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而且有水路、陆路两条路可选。就算遭遇日军，我们也有撤退的把握。撤退？我说你们见过几次日军？啊？就你们这点人、这点装备，往哪儿跑？跑得了？开什么玩笑呢？鸡鸣区方向确实是去太原最近的路，但也是最危险的。黑庄户不会受到日军重点关注，我觉得还是按原计划进行吧。你说呢，郑师长？冉队长，你们的任务是配合我们突围，所以你得听我们的。我们的任务是护送你到安全区，我们有明确的作战计划，先去往黑庄户。然后你一再坚持绕路黑庄户是什么意思？不是我多疑，
难道你们共产党也对我这里的东西有想法？你想多了，郑市长，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护送你到安全区，没别的。现在是非常时期，有些事情不得不防。郑市长，这已是你我两党第二次合作，我希望你多给些信任。毕竟上一次不守信用撕毁协议的是你们。话既然说到这儿了，那郑某就直言了，密码模型是绝对不会交到你们手上的。再说了，就算是给你们，你们也没有能力用，就别痴心妄想了。他妈混蛋！你他妈干嘛？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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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市长，虽然我们理念不合，但是国共合作也是抗日统一战线必须要走的路。你侮辱我党，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你们是怎么想的我不清楚，黑庄户我是不会去的。既然道不同，也不必勉强，就此别过。有机会再感谢冉队长的救命之恩。走。呸！白眼狼，白救你们了，狗日的！队长，我赶紧控制好你的情绪，我不想因为你导致任务失败。同志们，郑中对抗日战局非常重要，现在虽然不能按原计划进行，但是我们必须护送他抵达安全区。尾随，暗中保护。哎，暗中保护好吗？那不用受他们的鸟气啊，是不是？埋伏，至少一个小分队，不过还没有形成交叉火力。这是要活捉呀！这群八路，好端端的开什么枪？暴露了我们怎么办？他们呀，就是贼心不死，吓唬咱们，想让咱们跟他一块走。队长，别理他。大哥，哎，找烟梯压制对外火力，给他们打开撤退通道。是，十三号保护大哥。是，开启北方，给我接车中。是，走。是。十三号，快撤！我是爷爷，铁石油应该都是你死的。
部长的意思，不能把你交给日军。你疯了！你知道他在抗日战区的重要性吗？戴处长交代过，绝对不让他落入日军手里。现在突围无望，他必须死！现在还没到骄傲的时候，我不去了，我们都得死这儿。如果你他妈还拦着我，我就先杀你！答应我，如果孙博出去，一定要杀了他。你答应我。我答应你，走不了的话，我亲手送他上路。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啊？
鸡鸣渠，鸡鸣渠不是他妈你们非要去鸡鸣渠，北方就不会死。我怎么相信你们？你金开庆，冉征冉队长，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了。姐夫，之前我抓捕赵新杰的时候，我们就照过面。是照过面。你杀了我姐夫，留下我姐姐孤儿寡母的。要不是组织上有命令，我早干掉你了。郑中，你威力行社破译我党电报，杀我同志，此处不共戴天。可如今为了抗日大局，我们暂且可以放下以前的仇怨。我们要真想杀你，就不会救你出入月口。你要落在日军手里，我们也不担责任。理念不同，各为其主。赵新杰是我黄埔同期好友，你以为他死的时候我就不心疼？那好啊，这样的话，你配合我们完成任务，等到抗日胜利，我们再算旧账。你们的同志救我牺牲了，我很抱歉。可是我不能死，为了中国黑市能够成立，我必须活下去。当然，你们要杀我，我也无话可说。行了，都检查好弹药，按原计划撤往黑庄货。不行，上峰有令，金明区会有部队接应，即使日军的机动部队赶过来，他们也有一战之力。我去你娘的，还去金明区？你有你们的计划，我有我的命令。金明区必须得去。咱们还是各走各的。既然你想找死，不如死我手里。郑中，如月口已经失守，你们的人已经全力撤往太原，根本无力分兵，不然的话也不会向我们求援。我相信党国不会放弃我的。好吧，那就按你说的去鸡鸣渠，但如果到时候没有你们的军队接应，将来的行动你必须停止。准备出发鸡鸣渠。収めてくれ。大元につながる道はすでに封鎖している。奴は逃げられない。貴様は軍隊を引きで人民地を捜索しろ。しかし戦闘部隊はすでにあそこを掃討した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私には考えがある。来过，
我们是中国人，八路军。村儿就剩您一个人。是，他把村里全烧了。大伙先歇着，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大爷，别忙活，我们待会儿就走。不行，不吃饭怎么打仗？哎，队长，那个大爷说的没错啊，吃饱了才有力气打鬼子。我这儿……对对对，你们等着，你们等着。你想，哎，家里就剩这点粮了，凑合着吃点吧。来来，瞧不起俺咋的？吃啊！这玩意也是八路？啊，多大了？我十七了。哎，你不是十六吗？我说了十七就是十七。前村老李家那小子一百大，可惜没了，全村就剩我了。大人，您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替您报。总有一天，我们一定杀干净所有的小鬼子。老人家，党国的军队来过吗？党国，我呸！那些大老爷连影儿都没见一个呀，还愣着干啥？吃呀！大爷，这附近您熟吗？嘿，不说大话，我可是这的老猎户了，方圆百里的沟沟坎坎，没我杠子爷不知道的。杠子爷，那您给我们讲讲。行，屋里吃，我不识字，画给你看。好，太好了，走。怎么，大老爷当惯了，吃不下这么粗的粮啊？这就不错了，还有口玉米面。现在这年头，吃树皮和草根的人多了去了，还不是托你们的福。不吃拉倒，你不吃俺吃。哎，这是他自己给俺的啊，不是俺想的，你们也别跟俺抢，俺扛机枪进门来。谁抢得过你啊？啊，嗯，真别说，杠子爷这月饼还真香哎。要是咱们今天能吃上这一口，那打鬼子肯定也有劲儿。那还是给我一块吧。
鬼子来了。多少人？一辆车，应该是一个分队，要不要？不行，马上撤退。徐峥，好啊，大刚，带郑重钢铁马上转移。你想，看向郭德浩。钢铁，有什么带的吗？赶紧收拾一下。你们走吧，我哪人哪死，哪也不去。老少爷们还没奏远，我去追追他了。老人家，抗战当前，我相信党国的军队也会为了老百姓抛头颅洒热血。報告します。谢谢大家。
我们撤。队长，我跟韩华水性最好，要不我俩先去河边找条船。注意安全。好，走。撤。四轮由你动，希望带你打点谁。嘿，
队长，队长，怎么了？李江，生火。是。好，招点水。耿庆，扶一把。给我扶到水里边。7.92 口径子弹，25发。7.92口径圆头弹，50发。7箱弹夹3个，还是俺在如月口捡了几个小鬼子的。要不然，俺的机枪现在可以当烧火棍了。满弹夹1个，步枪子弹9发。可惜了，咱俩子弹不通用，不然我还能支援你的。25发，干掉日军一个小分队，够了。自从郑中他们第一次遭到伏击，再到吉宁区日军进村，他们被迫转移，最后在回庄户再次遭到伏击，我们的每一步行动都在日军的掌握之中。这帮鬼子狡猾得很，我估计现在我们已经身处在他们的合围里，从回庄户到吉宁区的包围圈会越来越小。以现在咱们的弹存量和郑中的身体状况，突围根本不可能。但也不是没有办法。队长，你直说吧。我说完之后，去留，大家全凭自愿。自愿什么意思？还能不去啊？我的办法就是去三风口。三风口？那不是敌占区吗？这怎么越走越远了？而且鬼子在三风口有临时碉堡啊，就在进山通道前面。咱们怕是过不去吧？三风口属于敌占区，进山没有意义。如今日军已经拿下了如月口，直逼太原。三风口对他们来说已经失去了战略价值。我估计，现在留守临时碉堡的日军兵力，最多不会超过半个步兵分队。更重要的是，鬼子根本想不到咱们会自寻死路。自寻死路？那咱们为什么要去呢？刚子爷跟我说过，在三风口的后山悬崖边上有条小路，可以下到河边，那有他平时打猎捕鱼用的一条小船，可以装2个人。我的计划就是突袭三风口，歼灭日军之后，让郑中沿小路下到河边，驾船去往秋水岛。为了给他争取安全的撤退时间，其他人必须死守。
现在郑中的身体状况根本走不了路，我们的存弹量又少，突围根本不可能，只有出其不意才能破局。更何况碉堡里有医药包，也是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我不同意。为了我，你们已经有两名同志牺牲了，不能再有人死了。我留下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你们前往三风口，有机会逃出包围圈。给我两颗手榴弹，我不会让日军俘虏我的。你正中。就像说，你关系到对日情报站的成败，你的安全撤离才是我们这次任务的最大胜利，徐成和北方才不会白死。我们有过约定，鸡鸣起义之后，你所有行动都得听我指挥，这次你必须服从。死在你们面前。走吧，你们才是抗战胜利的希望。你疯了啊！枪响了，这个地方不安全，大家赶紧做决定吧。我同意。俺扛着机枪也跑不快，不跟你跟谁呀？我也不怕。我不同意。为了完成任务，我可以暂时不跟他算账，但我也不能把性命搭在一个仇人身上。队长，现在放弃他突围还有机会。不可能，我肯定要带他出去。那对不起了，队长，我不能和你们一起送死，我姐和孩子还等着我养活呢。老君，你这是要当逃兵啊？随你怎么说，反正我不能为了他死在这儿。小子，你还小，死这儿不值得，跟我一起走。兔崽子，滚吧，以后日子还长着呢。走吧。我不走，他救了我一命，我现在把他丢下还算啥革命战士？我要留下。小屁孩，抗日胜利以后你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快滚。你咋不走？把鬼子打跑了，你就没啥想干的事儿？等到抗日胜利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牺牲了。好，随你们。队长，我走了。好了，大家准备出发，三风口。報告します。
戦闘部ではすでに柴田少尉と合流し、順序の姿が見当たらないとのことでした。犯人、敵は絶対俺らの包囲網の中にいる。ことを急ぐようにと柴田に送れ。はい、戻れ。はい、柴田に27個ホルの標本を捜索範囲に入れるようにと伝票をくれ。はい、よし。27個か、まさかありえないぞ。伤口已经感染了，必须马上弄大碉堡。贾大哥，给我前方当正面。我也去，我留下照顾郑重。如果，我是说，如果攻打碉堡失败，我们会吸引人员火力掩护你们。你带着他绕过火力覆盖区下山，听到没有？可是我，好吧，同志，这是交给你第一个任务，你必须完成。如果碉堡打不下来，后面靠你吧。啊，是。没人了，大哥，快马上，我找医药箱。好，战斗结束。
心嘛。怎么？舍不得咱们啊？滚蛋！我要是不来，你们都得交代在这儿。哎，我可不是为了他回来的啊！我就知道你们没我不行。はい、完了しました。はい、キロ、姿が見当たらないのであります。秘蔵を知るかい。できてるようだな。さすが。ようここまでできた。27号ホールに急行し。走远走！第几个了？也不怕吃出个好歹了啊！这么多罐头，不吃完多浪费呀！要是北方和徐成这俩混小子还在就好了。嗯，好啊，带走。哎。拿着呀，梁队长，我也是抗日战士，我不能丢下你们当逃兵。得了吧，你留下也就只是多了一个牺牲的人，但你要能活着出去，或许能救下千千万万抗日战士，是吧？就是。赶紧走，看着你就心烦，没法打仗。你们站到。队长，我上去。干嘛？哎。添什么乱呀、啊、你！伤口裂开了，没人管你啊！小静，找我的。好嘞。来了一个加强分队，至少两挺机枪，两个掷弹头。干掉他们！不行。
命拉了的，幸好留了一手。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了。完了，又不合格了。队长，弹药不多了，我出去捡点。队长，没事。请赶紧牺牲，那就别让他的血白流。郑中，咱们也算战友了，我交给你个任务，把他带出去。我不走，我要跟你们一块儿。韩望同志，你忘了我交给你的任务了？他对这里地形不熟悉，不能一个人去秋水塘，只有你能带他出去。是，好汉一定完成任务。老汉娃，汉娃的叫你，你有大名吗？汉娃就是我的大名。汉娃算是大名，你姓啥？我姓薛，俺爹听说书的讲，是薛仁贵的薛，正宫那个。正宫，
挺有志气。我给你取大名字行？好啊。这叫薛凯吧，凯旋的凯。希望我们能够早日胜利凯旋。薛凯文，好名字。薛凯同志，我命令你安全护送郑重同志去往秋水荡。是。大点声。是。薛凯一定完成任务。段队长放心，我会照顾好薛凯同志的。
막상 시뜸으로 가버려라! 오대! 大哥！
汉王报道。